听到未？咁中意，点解你咁中意抹黑我嘅啫？我仲惨过董伯伯个 V 一台啊，俾人咁样讲几廿万，你有呢个冇我讲啊？开始啦，翻屋佢话咩啊？佢话哇，佢话你咩啊？佢话入巴尼，佢话你真系一个杀人鬼啊！佢话一个冧咗嗰个拳击手，佢话你噏乜嘢啊？到我话，佢啱啱啊嗰个胜负啊啊！如果你真系杀咗个人咧，我一定唔会帮你嘅，喺度试紧我。咩话？啊！我睇客人啊，啊，好准啊！啊，我唔系睇佢收购佢杀咩啊？啊，集合咗几多血啊？我系睇你个决心啊！我系睇人嘅情感。我见到你咁样咧，就知道咧，你唔系一个想报仇雪恨嘅人。我好安心啊！咁你啊，你嘅啊委托咧，我啊听过噶啦啊！你想揾啊细井个场所啊嘛？我话你听。我昨晚一个女仔饮酒，点知个女仔饮醉咗瞓咗喺度，我冇锡佢，连水都冇抽，个女仔仲要几靓，我而家我都系咁，我话你先系真男人啊，咁啊心不动心禅，喂斗技场嘅事啊，佢话啊，我话对你系试探嘅啫，啊咁啊，点解咁佢就话喺呢个情况下咧，我睇下你啊本人咧系咪有个振作啊，同埋要睇下你系咪真系坏人，佢咁讲啊，嗯，我咧好安心啦，啊你战斗啊好出色啊，啊咁讲。啊，好啦，亦都啊，你有冇受伤啊？可以去个医务所啊！啊，佢话我有医院啊，咁啊啊，你委托嘅事咧，25年前嗰件事，你冧友嗰件事之后，石啊细井去咗边？个人退咗啦，佢啊，结果咧啊，上野城和会咧决定啊咩啊点啊啊想啊怼冧佢，系嘛？跟住佢个人啊隐藏身世，佢几个月之后咧，嗰、那个人咧半死状态嘅细井咧就去到塞之河。啊，跟住咧啊，细井咧做咗一个啊露宿者，嗯，佢话系啊，啊细井个父亲啊，啊细井我嗰个啊大佬啊，佢话咁啊仲生存紧啊，佢话系啊，啊一度争啲冇命啊，而家咧做紧呢一个啊露宿者喺呢个神室丁度居啊生存紧，原来系咁，但系咩话啊有少少嘢咧，我都话想讲啊，大概咧。呢、这个啊啊，以前啊，你知道个细井呢、这个啊，叫呢个人咧已经唔存在啊，咩意思啊啊？我而家带佢嚟啊啊，而家带佢过嚟，带阿细井过嚟，可能已经系做一个终日嘅走鬼，已经颓废晒。佢识嘅系大佬嚟，我睇下江湖大佬拧住身，大佬准备睇下个样系点啊？哇，一个，诶、啊，呢、这个咪阿叔？咪就系嗰个系咪嗰个？话25年前半死状态细井啊，去到呢、这个就、啊、场所啊，那个真岛啊，真岛嗰个艳仔啊，系我推测嘅，我估真岛咧啊运佢过嚟、啊，大佬，大佬望过嚟点啊？大佬，点解你变成咁啊？大佬。细井，细井大佬，你喺边啊？哇，已经系冇晒啊！痴呆症，大佬，点解你会变到咁样啊？喂，阿岛，我翻咗嚟啦，已经冇晒反应，冇用嘅。这个男人啊，已经冇咗自己嘅意识嘅。啊，你讲，无论你讲几多嘢，佢都冇反应。啊、大佬系我啊，我已经翻咗嚟啦。点解你变到咁啊？大佬。大佬，啊，喂，你系边个啊？想嗌我名吗？阿岛，大佬，喊咗出嚟，有反应啊，终于记得我啊，大佬，喊住佢先，点解你会变成咁样啊？点解啊？点解啊？好，佢点啊？啊，有咩计？有咩打算啊？话真系要好多谢你啊，好多谢你，等我可以见翻啊细井大佬啊。嗯，
我咪问你个以后点算啊？我啊，啊的确啊，我都未谂到呢、這个即刻要系真到件事点啊？你打算？系、哎、喎，25年前点解啊？真我一定要问啊，真到本人把口啊听出嚟啊！25年前究竟咩意思啊？争啲死啊！好啊，你而家系脱肉犯啊？你点可以避过警察啊？佢用臭角，佢警察个鼻啊，点会避过啊？哇、哦！神失丁啊，警察啊，及住你噶啦喎，总之你街道嘅实俾人啊追噶啦，啊阿极陀，你知唔知啊？啊，我话诶喺嗰度等下，用嗰个地下啊室啊，咁啊差佬拉唔到你啊，去阿极陀嗰度，啊去嗰个坑渠盖嗰度匿埋，啊等下我入口，啊佢其他神失丁嘅入口咧都喺嗰个坑渠嗰度入去噶啦，啊你就可以翻去阿极陀的屋嗰度。啊！地下室，好，而家要去阿极陀啦。喂，呢、這个花花都市，我咪应该行一行先。呢、這个咪有啲咩有趣嘢玩？风俗场所，因为下星期咧同条女去过夜，三日两夜，有咩补品？我唔会介绍呢啲嘢，咩补品啊？你又做咸湿嘢啊？一定唔会讲俾你听啊！哇！你睇呢啲咩嚟？呢啲做紧咩事啊？佢哋咁似一嚿水嘅个样，你觉啦，觉唔觉啊？吓、啊、呢、這个样好似个一嚿水喎、啊！你知唔知边个叫一嚿水？我哋睇下先。好热咩呢度？哇！呢、這个人死咸湿佬，望个目不转睛。我哋睇下呢边一嚿水。呢啲系咪咸湿嘢？我冇去。我哋睇啲女先啊，麻麻地嗰啲女，着和服，但系话呢啲和服系此风不可长啊！啊，条女唔骚佢，你睇下，搞错去风俗场所都条女都唔骚佢，这个男仔真系好鱼皮。个睇啊，个咩格斗试合啊？佢话咩啊 ？producer 敏腕嘅 producer， 佢话收视率有90% 啊，佢谂住喺呢度开台啊，最高试合。在这里开 JTV 啊，佢想啊，系嘛？呢度有啲咩玩啊？咩屋唔俾佢入去嘅喂？我想入去睇下参观下都唔得啊！入去及下啲女啊嘛，俾我入去，惊我唔俾我入去，唔够钱嫌我穷定点啊？啊，岂有此理！呢、這个阿叔有冇嘢买？冇啊！哇！呢度系乜都冇，我唔可以做任何嘢啊！杂货屋得一个杂货屋可以同佢倾，搞错参观。有晚咧唱机饮醉酒瞓嗰阵迷迷糊糊咧，见到个暗疮肥婆吓，跟住咧咬紧我裤链。我靓女朋友闹我点解咁粗暴对咗朋友，我而家嬲我点算？你同佢讲我争啲俾人强奸啊！你咁样讲嘛？你理直气壮哇！而家要去咩啊？粉红诶、欸、格斗场所。咩呢个叫咩啊？福间殿啊，似乎系咪有正嘢就系福间殿？我哋去有福享啊，福间殿系嘛？一嚿水一层增加至咧啊，够啊150蚊，所以咧就人哋称佢咧就够本水。咦，似乎啦，有嘢玩啦啊！福间殿系咪真系咁有趣？啊，福间殿倒台喎，系嘛？有冇女女啊？哇！呢、这个女咁矮嘅，净系可以赌钱啊，冇呢啊咸湿嘢，我系赌啊，不如赌两手先。有啲咩赌啊？我轮盘有冇啲技术啲啊？我系赌喎，有一点啊嘛。呢、这个诶，左边呢张台一定系呢张啊？呢张系百家乐系嘛？左边嗰张台先，呢啲就系有一点。一个 game 要1000嘅筹码，我哋搵赌有一点先。左边呢个有一点啊。Poker 喎、哦，冇廿一点啊！玩咩好啊？有冇廿一点啊？我想知道，我就想玩廿一点啊！简单啲，呢、這个系咪啊 ？Blackjack 系啦 ，Blackjack 玩啊！哇，我冇 cheap， 冇嗰啲边度唱筹码，要搵人唱个筹码先啊！师傅系嘛？隔篱呢个阿叔咧，应该系啊，呢两个契弟，喂，换筹码，现金换几多？哇！10000 yen，50000，我都唔够啊，最多换10000 yen，我想换啦，10000啦，
玩一铺廿一点，一铺廿一点嘅一万英黐孖筋啊！我低能啊，发咗达啊，啊赌咁大，好睇下即刻咧会唔会赢钱定输钱啊？一铺啊咩啊，十蚊啊！咦呢、這个系咪 blackjack 嚟噶？冇睇到添，呢、這个系咪 blackjack 嚟啊？哎系喎，系啦 blackjack 啊！好一开头拣咯，好一开头落个十蚊试下手风先，好。十蚊，赌十蚊，啱啦，赌落去，十蚊已经系一千蚊啦，啊，一千嘢，好，哇，对面累喎，啊，佢人哋点啊？我啊十三点，要唔要？十三点要唔要？咁问各位大佬，赌神，各位赌神大佬，十三点通常都要嘅 ，hit 要，一爆煲啊！你哋累，好啊 ，hit 啦，睇下你哋系咪即刻爆煲？我都话你哋灯神，我都谂住唔要，唔识玩啊！你哋。诶，廿一点啊，唉，俾你要啊嘛，嗰只等佢爆煲啊嘛，啊，等佢，系、啊、再嚟个，有咩可能唔要？我估到啊 ，bet 十蚊，好，哇，正喎、啊，排排面 ，bet 出赢了，收皮啦，唉，好，赌神达赔一点五啊，唉，一百一十五即刻赢，我现。好，继续再赌，赌大啲，入赌几多？试下先，二十啦。好嚟啦，好鸡啊，十五点啊而家，或者五点，一定要要噶啦，我话咩？等先，等下先，你哋要唔要？赢？等下先，你哋要唔要？我现输钱皆因赢钱起，要 double 单即系抌两下系嘛 ？surrender 就输系嘛？好啦 ，hit。要啊！好多人话要啊，要。好，而家几多点啊？而家几多？十点喎、啊，十点梗系要啦，系嘛？冇得唔要啦，十点冇啊！哇，十五点啊，呢啲位啊冇啊，好好窄细。嗰兄弟点样？爆啦！点会十点点样爆？冇可能，唔要，仲要，要六啫喎，最多可以要到五要系嘛？发工出牌。啱啱二十你仲要唔要啊 ？Stand 系嘛？系喎，啱啱系二十喎。啱啱系几多？啱啱系二十啊？点解我仲要？我要走咗佢隻五啊！等佢冇得攞 ，Stand 啦，冇计啦。三到系喎，啱啱系二十喎。佢好似冇得咁样随时计。十二点，我攞包十四。猪仔 yes 赢咗，好劲！全靠我要多咗佢隻五啊！因为我命优异，赢咗又赢，玩唔玩？系咪收手啊？割和青定点？定晒烂，玩晒佢。负六赌神达，晒烂我赢，最多一百噶喎，赌得最大。最后一局我一百啦。哇！喊出嚟，俾佢加七点焗住要，话对面咧亦都十六点啊，一定要焗住要啦，冇可能啊。喊出嚟而家几多点啊？十二点，十二点啊！呢啲位就窄细啦啊！十二点要咧，随时爆煲啊！点要唔要？爆一爆就冇一百蚊啊！你自己谂下，我问你啊，我同你讲，一爆咧就即刻冇 ，stand 咧就有机会搏佢爆啊！嗱，我哋有冇睇？喂，佢边系咁样玩啊？你睇下出咗几多只数字牌啊？都唔识嘅，要定唔要？要。睇下先，有喎，睇下先嗱，而家出咗好多公仔喎，嗱，四四隔篱嗰个咧，睇下先，隔篱九二啊，佢哋系咪唔要噶啦？睇下先，喂，我啊劝你，我睇我似乎啦，俾我讲我啊，你哋再睇多次，五四三九二数字牌啊出得多，公仔咧亦都啊亦都出咗几张啊，你我劝咧就唔好再揿啦，等嗰只公仔，你哋点睇？我啊专业意见，唔要都系要输。系咪要啊？大部分都话要嗱，十二点都要，心清赢要谷输要谷，系咪要啊？要啊嘛 ，hit 啊！啊，你哋咁啊，啊唔好怪我，赢嗰系你哋嘅，赢嗰啲钱系你哋嘅，好，预备啦，吹，我公仔正，十八点，真系听你哋讲冇事喎，犀利，咁唔要啊 ，stand 啊系嘛，冇得要啦。好啦，准备啦，八十六点，公仔
能啊！弱智啊！冇理由唔买埋佢啦，仲有剩翻35蚊。Bet 还本，即刻追翻100，我唔玩啊！14点喊出嚟，呢啲咁嘅位置真系。好，14点要唔要啊，各位兄弟？我俾人唔听，兄弟哥，下一张牌4点啦，18再嗌已经爆煲啦。啊，赌仔心态要要，好啊要啊，喊出嚟 ，bus 得翻5蚊一局都玩唔到，冇得玩啦，输晒10000 yen 咁啊冇晒啦，俾人赶走嘅话，你唔够啊？呢个兄弟你唔够嗰、那个，你唔够嗰个筹码，唔该你攣开佢咁噶，好礼有礼貌个可观串我，你又要唔要翻本？你又似你再抢过。岂有此理！嚟，唔好啰啰嗦嗦10000啫，即刻过嚟，即刻翻本，翻本我即走，岂有此理啊！呢间都系唔好去呢间，唔去呢个位，呢、這个位唔吉利，我转一转位先。呢、這个去搵呢、這个可观 M K， 冇咁老道，我哋黑佢，我守尾门 M K。MK!喂，呢个吉利啲，赢硬。好嚟啦 ，bet， 哇，一赌要赌100，喂，玩咁大啊，喂，玩咁大啊，呢度有得走啊，喂，有冇玩咁大啊你？玩唔玩啊？我热唔怕。使用咩意思啊？三角系咩 ？Mix and match 系咪买嗰啲三角系咩意思啊？冇啊，冇得玩啊，即系玩玩啊！狗啊！点解咁样啊？人哋烟屎啊 ！Black Jack 啊，已经输咗，黑档啊，大佬我黐孖筋，我不我冇唔俾人买保险咩？低能啊！呢乜鬼嘢赌档呃钱天仙局？再玩都冇，再玩都冇，黐线，玩都凳都未坐暖，早知唔去呢、這个，呢、這个景品交换冇用嘅，唉，快啲俾钱啦，串工，死眼镜，死眼仔，一拳打爆佢个头，有冇玩其他？可能我唔太适合玩轮盘啦，不如玩下轮盘先啦，好嘛，斜一斜。转咗好运先，玩到而家嗰个未手气未顺住，啱啱我铺啊，好犀利啊！嗰、那个要到18点，点知对面20点，一开头你睇我 black jack 个铺最劲，好而家玩到轮盘，红色黑色嘅红红黑，好简单，我哋玩咗呢啲先，简单啲，二好碌波啦，即刻要投注啊！买咩？红色定黑色？快啲，红黑定快啊！时间无多啊，红定黑？红红黑红买红啦，买几多钱？红运当头，买20蚊先啦。好，5、4、3、2、1，碌过去。No more bets， 红色红色，吹吹红色。Yes yes， 21点，啱啱369赢咗啦，输钱出鼻螳螂，打到稀巴烂。Yes， 我次次赢啊赢鸡碎咁多，输啊输咁多。临庄先买咩红定黑？每铺买红就得，有冇咁易？红黑就系咁简单，红色买双数啊嘛，双数系咩 ？Double even 下低系咪得嘅？买10蚊算啦，啊试试先，10蚊，20蚊啦，试试啦，双数双真情哥双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双数来吧 ，No more bets， 好。
上上上呀，十蚊。红红黑喎、啊，红黑红红黑，就系、是、咁简单，有赢啊！我就系翻本啦，翻本路就嚟到啦，成魔之路，翻本未啊？145，300先翻本，玩咩玩咩，快！我烟痴线玩轮盘，我烟系癫佬先玩，赌第二啲嘢，我烟红先翻本，玩埋呢铺，快快讲，我中间红红双红红双都买，买咗红先啦，冇时间啦，十蚊 ，no more bet， 红红红，清啲共产红，共产党万岁，咦，好彩买十蚊啊，好彩啊，输少少啊，好彩醒目啊拉屎。啊！咩认真问我 ？CF 听咩？好彩啊！即刻换第二啲系嘛？输少当赢，共赞共赞攞万岁即输。筹码冇得换翻，唔系啊嘛？换警品系、哦，好似换警品噶、哦，喊出嚟弱智啊！点解我哋玩埋个廿一点先？咩呢个咩啊？百家乐。百家乐都易玩嘅，你要唔要玩？不过冇啦，百家乐好无，即系点啊？冇咩技术含量，我哋都唔好玩。要唔要同呢个死 M K？ 死 M K 100蚊一铺，要唔要同佢玩 ？Low safe poker， 我烟啊，负危险中头，条女除晒衫坐喺度，可以换钱，又系话唔好。我烟廿一点，同佢死过，死 M K 冇啦，我哋冇咩钱，我哋一劣势唔可以咁样赌嘅，你话有冇睇赌博密室录？我哋而家冇咩嗰个玩埋先。好 bet， 好赌 cheap 赌几多啊？几多钱？杀鸡试试先。好，一开头靓牌含出嚟，咦唔系、哦，有机会十点喎、哦，要唔要 double？ 买唔买 double？ 如果系公仔一只烟嘅话，即刻赢啊！要唔要 double？ 揿落去，要唔要 double down？要，你哋全部赌仔认真，你哋好变态，我一睇到人性嗰个丑恶，好恐怖，压力好大，你喺你面前赌，我现 double down， 要，个个都话要，预备啦，准备火箭发射，三、二、一，现，17啫，阴公啊 ，double down， 爆爆，好，十啊，爆公仔，21点我咁劲啊，黐线。喊出嚟，输咗60蚊啊！咁就仲话 double down 冇理由唔玩啦、啊，而家咁样10蚊先啦、啊，回一回气先。好，哇！一嚟即刻咁好牌，我一落小注咧就咁样。好，冇理由要啦，19点啊！我代你答，冇可能。Stand， 三到。好，你够胆咩？21点咧、啊，七咧笨，18。输啦！即刻咧赢啊，赢鸡碎咁多，岂有此理！呃咗个60蚊，慢慢我哋要万丈高楼由地起，赌钱切忌心浮气躁啊！最好10蚊、20蚊啊！你一大咧，大注少少，即刻12点你啦！呢啲几扎细，要唔要公仔？买晒买赢粒糖啊，输间厂，10蚊10蚊咁玩，要唔要？要 double。投降系输一半啊，系啊，投降啊输一半，要唔要输？梗系要，唔要？要啊！好，好啊，17而家几点啊？17点唔要啦系嘛？要，富贵险中求，黐线真系17，唔要啦，梗系。你睇下人哋，哇有个 black jack 18点，我哋睇先，18点。好，跟住隔篱咧，隔篱台几多啊？似乎冇乜公仔喎，佢应该会爆煲，你真係要，真係要输呀、啊、停呀、啊、唔要呀、啊、我话帮你话事，唔要，冇可能要啊，你黐线，你啦9点啦、啊、17点打和要啊 draw game 啊，你睇下如果我啱啱要啊大和啦、啊、好再嚟玩多铺走啦，好嘛，我哋玩多铺推进你80蚊，许俊
八十屙烟，最后一铺啦，翻本，靓喎，烟烟，十七点起又似你，冇要唔要？富贵险中求，不买晒，大哥小赌样砌活二五一三，你唔要？睇下先，暂时都公仔唔多，起码哇呢度一条金龙五个牌就发达，冇得要。上面嗰张系七啊，系嘛？佢系七喎，佢都系十七点，我唔要，应该立喺不败之身，除非佢呢个系公仔啊，希望佢输啊，唔要啦。要唔要投降啊？投降可以攞翻，要唔要投降可以攞翻四十蚊，仲可以再赌，仲有留得青山在，哪怕冇柴烧。要唔要投降？你考虑下投降。一个聪明嘅人系要投降噶，唔好黐线唔。好恐怖啊！我沉沦赌海啊！你哋已经，你睇你冇个理智，我都话可以投降，投降，投降，你投咩降牛底 double？ 我一冇钱啊 ，double！ 我边有咁多 double 啊 ？Stan 系嘛？啊！我话你哋啊，冇志气。好，预备啊 ，Stan 啊，投降你仲有四十蚊玩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唔同啊！好嗱，你哋只系投好，预备，三零死不屈，零死不屈。好，十八点已经输咗啦，系咪衰呢？你若听达叔讲投降，你仲有嗰、那个，仲有钱可以玩。你睇达叔其实有嗰个脑。我哋去下一个啦，而家几点啊？廿五分啦，我哋读埋，我哋读埋篇潮文完啦。我哋好吧，输晒三百蚊，咩三百蚊啊？你知几多钱啊？三万 yen 啊，嗰度真系几多？计翻先，二千几蚊港纸啊！啊！唉，我哋读埋个潮文员啦，好嘛？咁啊，啱啱啊 ，A B C D Wong 咪叫我读个潮文嘅啊。佢睇下先，嗰个咩啊？巴士潮文啊，我睇下先啊。好，准备啦！有冇巴打斯打咧？又系咧啊！好向左走争咧，好啊！呢个向右走争呢个巴士嘅企环吊位啊，企位吊环，黐线咩？企环吊位。企位嘅吊环，系啲吊环嘅设计咧，好向左走，向右走废。部车咧一有变速咧，或老分嘅急转弯咧，真系好向左走，好易窒啊！走啊，嗨嗨嗨！你要唔嗨嗨咧，就要一对脚咧同手咧加埋个 body 咧互相配合啊，要做到人环合一。师弟一样啊，做得唔好咧啊，就好易嗨嗨噶啦啊！加向左走，向右走，个个企位嘅人咧，好似滑浪风帆选手咁。呢样嘢咧，真系一个好高深嘅学问。曾经某一日咧，某一部巴士低层中间位度咧，喺左右窗边咧，系一排打直嘅座位咧，对住咁坐。见到个鬼仔咧，就到站咧，谂住起身准备落车。佢起身嗰下捉住个嗨嗨死人吊环咧，借力起身，点向左走向右就知啦。啊，部车突然一变速，之后佢成个人咧以个吊环圆心咧，啊，点咧咁样360度旋转。我 high anti 成个过程都睇到晒，好向左走向右走精彩，系差在冇拍手。有冇 spa 打或者 C 打咧？见过分享下，或者有冇心得咧？啊，以物理角度咧解释下呢个现象，同埋咧避免呢个 high high 嘅方法啊？你点睇啊？佢话呢个吊环咧，佢主要就系想讲话嗰个向心力嗰个问题。我哋咁样揸呢啲环咧，有嗰个灵活性嘅，反而唔系一个好处啊！咁啊，好易揈嚟揈去啊！但系我记得冇 save 收到啦啊 ！PSV 而家买埋得过 3DS 就系有嗰个行版，你要留意住先啊！等佢出咗行版，你先再买，实降价，放心。呢个我俾你嘅建议啊！好，而家我哋啊，我哋睇睇个录影带先啊！我睇下嗰个以示公正，好吧？我要收台睇个录影带啊！要直播，我一直播住，我 read 一 read 台先，等等啊！你哋中意可以一齐睇，因为我就要监视住，我要进行嗰个比赛公正严明啊！等等啊！我一阵会再讲，等等先。今日节目就完嘅啦，但我啊会睇个录影带啊，各位兄弟啊，咁啊有咩问题问我嘅嗰啲会考问题，我一阵再答你好嘛，我留喺度嘅，各位兄弟，拜拜。